Come fly with me, let's fly, let's fly away. Perfect day. 早安，这是我们的饭店餐厅。东西其实我觉得没有很多，可是还蛮精致的。我觉得最喜欢的就是这个咖啡 ，Nespresso 咖啡，然后我觉得蛮好喝。他们这边的面包时髦也很喜欢吃，就是它不会干，然后蛮扎实的，口感很好。喜不喜欢呢？Day，你怎么一直吃啊？一直吃啊！人家觉得亚洲小孩只会吃，没有竞争力啊。要去租车，对，然后法器啊跟时髦啊在房间里面，我自己来拿车，因为怕行李太多，对吧？哎，租车公司到了。哎，我们现在开始自驾了，然后早上拿车，然后走错路，好不容易还回到饭店，然后现在东西还没。OK， 好，我开车不讲话了。现在开始我们的公路之旅啊，然后就是我们今天租的车，然后接着都是这样子的公路，所以接下来就是要一直开车，一直开车。倒是很开心嘛，怎么啦？不晒太阳啦，不晒太阳最棒了，好，哎呦，是吗？是吗？欸，我们到尖石乡了，你看，哒啦，哇，这边真的很像那个外星人才会出现的地方啊，外星人降落的地方。哇，真的很辛苦。这种地啊，这种地形都要带婴儿车这样追过去，就为了未来儿子可以看他以前来过这里。哎，儿子开心就好了。嗨，我们现在在那个要去粉红湖的路上。然后这边一个 G 什么开头的一个城镇吧，然后旁边这边就是海，超级漂亮的。给他们看右边那些房子。看这边都是一些高级住宅，是我别墅。我最喜欢梦想的那种屋子，就是有斜坡，海景第一排啊。对，没有海景第二，可是它是在斜坡上，就是如果海啸的话，就是没有问题。对，然后你看我们现在就是麦当劳的奶昔，台湾已经绝版了。肥胖奶昔，然后还有这个肥胖炸鸡薯条。他们怎么在这边生活？每天吃这种东西？炸鸡薯条，嗯，就是一个肥胖吃肥吃肥的人生。原本呢，大概4个小时的车程，
然后我们开了6个小时吧，对不对？因为你知道吗？有儿子哦，带儿子出来啊，状况很多啊。他，你看他现在又在吃饭，然后他刚刚大了便，然后要换尿布，尿布还飞着。对，尿布还飞着。因为风超大的。对，我一开门尿布就飞出去了，根本就台风。我真的是搞不懂。对啊，然后我在这边想要飞个空拍机啊，风太大了。不知道飞到哪里去，还是不要飞啊？算了，都是钱啊。对，看状况再说了。然后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卡尔巴里国家公园，然后要看那个自然之窗，就是那个石头一个圈的，一个圈的石头。是了，哎，听到了，自然之窗。我们现在要去自然之窗，还要走好远，然后他说500公尺，就是走这个路，然后一路上苍蝇好多、哦，对，它这种鼻孔酸，这边真的很漂亮，猫笑了一下。就是这边啦，怎么可能那边有路啦？法器傻眼了。不是，你们看他怎么走？他觉得他要走到悬崖里面。悬崖啊？没有，有路啦，走了啦，小心哦、喔。这楼梯啊？不是楼梯啦。这球场号这个真的小心。这 OK。石猫好像已经睡着了，我就不知道要不要把它叫醒，因为这边很高，你看下面就是悬崖，所以法器他现在说不出话来。我一定要哭，我真的哭，很可怕。我为什么来这里啊？真的很可怕哎、欸！没有，网络上没有人说这个地方是这样来的。我是觉得还蛮好走的、啊。我以为只是一个地方停好车，就这个东西就这样拍。到了，到了，到了，就是这个洞。耶、yeah ！超可怕的。我们到了、哦。哎、欸，趁现在没人，赶快拍哦。我都流泪了，这地方太可怕，我不会再来第二次的。哇、wow、哦！没有人告诉我是这样的地方。真的到了、欸。自然之窗，恐怖之窗，好不好？之前有侧边的，我不想要。我们已经拍完照了，我觉得这边的景色真的是太奇特。你看，像这些石头，你靠近，不要走过。这些石头哦，对，风化的石头，对不对？然后就是非常奇特的一个形状。然后，可是这是苍蝇有点多，真的是有点烦。然后下面就是悬崖。还有沙漠地形，自然之窗就在那边。真的是只有我觉得夸张吗？我觉得这不是路哎、欸，整接受只有我会怕。可是我觉得这个不是路啊，这个有点太夸张了，我真的。好了，小心驶得万年船，所以我们还是听老婆的就不会错了，就真的好好走，小心走。而且我们还要带老婆，不要做太危险的事情就好了。小心，好了，拜拜。专心走路。好。嗨，这边是卡尔巴里旁边的海滩，超美的。我们今天在这边看日落。什么？还在喝奶？嗯。啊、哦，有喝完了，喝完了。因为点心奶，所以只有大概150ml，所以他喝得不尽兴，不是很爽。然后有很多人在钓鱼啊，然后在这边晒太阳。非常的悠闲，对啊，我觉得这边实在是太漂亮了。哎，什么？我生日了！哇，嘿嘿，生日哦！好开心哦！嗯啊，亲亲妈妈是吗？亲亲妈妈，妈，亲亲妈妈，妈，他不要。妈，啊。反正总之
如果说带小孩出门呢，就算是自驾，你最好啊，时间大概要对再多抓一点，可能要有两个小时缓冲时间，因为这次突发状况太多。拔不掉，来舔干净，吃干净。小兔子哦，吃干净它。你就那几颗牙齿。对啊，还来吃干净。你小心。好，你刚才呛到了哦。爱玩吧。爱玩客，爱吐脏。吃干净。吃干净。看啊。还啊。我觉得它真的过得蛮爽。好爽的。现在拍下来这个，就是让他以后要买个岛给我，自己可以看，然后知道说，你看你爸妈多辛苦，对吧？然后还不买一艘船给我。以前我们都骑摩托车，有了他以后就要开车。因为啊，他不能晒太阳啊，晒太阳生气啊。还不能吹风，会感冒。差不多了，要出门了，出发了 ，Go。